巧克力炸鸡，下不了口，你试试看啊。大家都特别爱看我吃巧克力甜品，今天我就来一期巧克力瀑布，我称这一期为热量天花板。我先挑战一下水果沾巧克力是怎么样的口感啊、哦！今天我要挑战巧克力沾巧克力，还有炸鸡沾巧克力，不知道会不会很黑暗。我先试一下西瓜的，有点巧克力爆浆的感觉。来个草莓的解解腻啊。草莓是酸的，草莓跟巧克力真的绝配，没有能力。奶酪棒沾巧克力试一下，奶酪棒对我来说还好，不会很腻。如果觉得很腻的话，再沾巧克力吃就会觉得太腻，但我觉得还好。瞬间变成了巧克力味的奶酪棒。巧克力炸鸡，下不了口，你试试看啊。没有这么吃过，感觉很黑暗。好像也没有特别难吃，挺好吃的。慢慢尝慢慢尝，发现还可以，也不是特别黑暗。好吃啊，真香。哎呀，来个巧克力沾巧克力，好，就这样试一下啊。感觉巧克力会更加浓郁的。你们有没有去过织布店？里面就会有很多这种饼干棒，然后沾这个巧克力出来。棉花糖，可甜，这个真的很甜。我感觉我不太行了，甜的慌，我先吃两个辣条回来缓一缓吧。那如果辣条沾巧克力是什么样的口感呢？尝一下，这爆的是油还是巧克力啊？不好吃，这个太黑暗了，这个比炸鸡还黑暗，又油又甜的，选炸鸡块吧。这是薯条。这个马卡龙肯定特别甜，拿一个尝一尝吧，而且还是巧克力味的。太甜了，还是果然是好吃的。最后一个了，不行了，
不行了不行了，再吃下去我要去打胰岛素了。鹏哥，出来吃巧克力。